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当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、啊！沉香并未成邪，对吗？这些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帝尊，帝君，是芷溪行事不周。近几日，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衍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近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近士也不可包庇。我亲眼所见，帝君将他……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阴度备注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。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应渊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、啊！沉香并未成邪，对吗？住手！别管我，快使龙鳞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汉大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月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、诛帝君，这些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十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仙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偿你滔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为我生一望，姐，
燕丹。保护严丹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呀、啊，姐，姐，姐，我求你。我求你回来啊，姐姐！姐，回来，姐！快走！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街星星大典。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知心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你，如今也是一样。吓到新军了，请新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遭。回新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、姬明贵、姬珍惜的三十里。
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，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揭了。帝尊，帝尊，影月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戏了他，从一开始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，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会很欣慰的。若我偏要沉溺呢？